今日是7月1日的早晨，阳光普照。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吉隆坡塔了。一直望上去，好高啊！行入去先，上到嚟呢度，一大片草地啊，好靓啊！哇，个票价都几贵喎，上到顶要110扣。咁啊，上一半啦，60扣好啦。等緊坐 lift 上去塔頂啦！哇，望落去都見到好多風景喎！喺呢度咧可以遙望到雙子塔嘅，我哋就冇上到個塔頂啊，喺中層望一望就算啦。不過咧，呢度就好多嘢阻隔住，唔能夠全景咁樣影到。呢度咧有世界各地嘅塔嘅高度。最高唔知係邊個塔咧？哇！呢個又唔知係咩塔啊，都好高喎！呢度就可以近距離啲望呢個塔啦，都有好多紀念品賣呢度唔知系咪鬼仔行呢？好多壁画喎，呢幅大壁画都好靓喎。呢度又有一幅，啊！呢度又有一幅壁画喎，真系好多壁画喎。新兴隆，哇！好得意喎，有两个公仔喺门口。破冰哦，多謝網友介紹，終於找到呢條鬼仔巷啦！真係好多壁畫喎，鬼仔巷啦，睇下入邊有咩睇先。紅橋呢、這個係紅橋啊，喺度談心真係開心啦！磨膠剪鏟刀啊！小朋友在玩耍。Hello， 二烏伯伯你好。絲巾女孩，寫揮春的伯伯，海南茶室。虎牌啤酒，虎虎生威。呢度幅牆都幾得意喎，背影。啊，呢間建築物好靚喎。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，請你訂閱、讚好和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啊！多謝大家。